海胆蒸蛋，我的最爱。今天吃个原汁原味的。吃什么原味的？来点辣椒面。老铁都说了，就算我不吃辣，也会给我小爱心的。那我们就看看老铁会不会给你小爱心。老铁，看有没有食欲？哇，太鲜美了！老铁一定要给个小爱心支持一下。嗯。